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肚子饿。你去给我削个苹果。你说你一个女生连苹果都不会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别笑了。 我直接啃，你喂我。啊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怎么自己吃起来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术后不能吃生冷的食物。你看着我吃哈。伤口怎么样了？啊，疼！啊，好疼啊！ 疼啊！哪儿？这儿。你为什么要拍我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先骗我。你说过我醒来的时候，你会在我旁边。你为什么不在？好啦，那就算扯平了。对不起。 担心我吗？我又不像你这个冷血怪，换做是谁我都会担心的，好吧？我去问一下护士，你们吃什么？你好饿。